年龄问题。丁丁说，哥哥，我到你现在这么大的时候，你就31岁了。哥哥说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才1岁呢。现在你求丁丁，哥哥现在各多少岁？那么做这种年龄问题，你要抓住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？就是岁差不变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线段图，如果说这一个表示的是丁丁现在的年龄，那么这一个表示的是哥哥现在的年龄。好，根据第一个已知条件，丁丁他到哥哥这一个年龄的时候，那么哥哥也要加上相同的数到达这里，就是31岁了啊，这两个数是不是相同的？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已知条件，就是哥哥退回到丁丁这个年龄的时候，那么丁丁也要退回相同的数，那么到达这里就是1岁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实际上这个31和这个1之间的这一个差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3倍的这个岁差，那么除以3，我们就算出来他们岁差是10岁。好，接下来岁差出来了，丁丁的年龄就出来了，那么就1+10=11岁。那么哥哥的年龄也出来了，就是31减10=21岁。